泉州营养丰富，改到台湾人好食。1960年代，含有爱小日本菜爱飞哦，投拜台湾是喺泉州王国的。台湾省自义飞团国立共享自信图书馆，按旧录像下拍的台湾泉州传奇展，展出的改到文献资料团相片，而民众去了解台湾泉州嘅黄金年代团传奇事迹。这辆上班由道道小酒街来领股，看起来虽然乌乌糟糟，但是头摆台湾泉州产业进行些万年台，算是财富的象征。还有如下年台的展示墙，可看供电台湾泉州街发展史。台湾省自义会同国立共享自信图书馆，最全是强化版台湾泉州传奇展。分为六个展区跟一个拍照的一个体验区，我们在这边可以了解到台湾的一个历史、香蕉发展的一个历史，还有台湾跟香蕉的产生的一个社会关系。我哋嘅产业号公记莫维持董久，1968年志祥台泉州龙，将向相关产业嘅人数差不多系60万人。1969年，国家发生博小蕉农嘅博蕉案，四川的案每下得到平反，但是台湾泉州是对国际舞台消失的。香蕉失败了，晓得呢？样样都嘛个，样样都足浓、足壳、干爽，三大产业全部没落。那时候影响的周边总共差不多有60万人。泉州不但是你台湾一个最重要两种的输出，也是你一个非常按重要外汇的收入哈。因为你时代改变了哦，所以要当作你的后生的。就摸当清楚呢。主办单位消息，关于各机关团体同概念收藏该文献资料、珍贵相片还有纪录片的了，用简单又轻易的方式，让民众重新了解台湾泉州街黄金年代。客家新闻李兴龙，台中报道。